外面很热，看他们很累。我这一只小狗是叫做 Money， 它已经14岁了，它年纪比较大，不过它很可爱，还有它听得懂广东话，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养它了。那从小在家里都会跟他说广东话，所以他听得懂。现在呢是早上的9:20吧，那我现在要出去做运动。我其实一直也没有做运动的，不过现在我已经26岁了，那我想如果不现在开始的话，那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呢？所以现在我要出去做 soul cycle。 我做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我的屁股大一点。刚到了，不过进去之后呢，我不可以拍戏，所以就这样子了，我先进去咯。In my world， 刚做完运动了，那现在我回家了。刚才呢真的是很累很累，不过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，因为我刚开始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，我只能做大概25分钟，那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受不了，是太累太累。还有我有 asthma 嘛，哮喘，所以我一直从小到大我做运动的时候我不能做得太久，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呼吸。不过现在我挑战我自己，我说我一定要健康一点。现在我上了是第6堂了，我也觉得我的身体慢慢的健康一点，还要强壮一点，所以真的是很开心。我现在差不多每一个星期也会来大概3次吧。那我刚才做完运动之后呢，我去买了一杯果汁，买了是给我自己喝的，然后我也买了一杯咖啡是给瓦克的。那现在回家了，刚洗完澡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我先带你们去我的房间。这就是我的房间，很简单的一个房间，就是我的床。那这边就是我的后院，我很喜欢我们的后院，因为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呢的后院是一直也没有什么人打理，所以就很脏很脏，草也没有，那全都是我们做的。那后面这房间呢是我们嫁进去的。那这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电视，还有我在这里放我的衣服。我房子现在有一点乱。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饭厅、客厅还有厨房，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办公室。这个房间呢现在就是给我的小兔，它现在在睡觉。Good morning， 嗨嗨。它是 Sesame， 它就是 Miso 的老婆，它比较怕人，所以我没办法可以去摸它，因为它会跑。它这里外面有很多比较大的树，里面呢还有，我们就买了这几个。这个是我选择的，那小的那些就是我选择的。那现在回到家了，要把它们放进盘里面。这个我是特别喜欢，很可爱。哒哒，那就放一点进去。去你的新家啦！So my heart
time again. Just falling in love. Never fought so much with space and time. I've been just falling in love.晚饭时候了，那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想要吃些什么，所以就简单一点，我吃三只鸡蛋，还有炒这个菜心。这个就是我的晚餐。他呢，今天晚上就吃一个牛排，牛排，牛排，牛排 ，very juicy。很讨厌，我想我可能是开始感冒了，因为我今天在运动时候呢，空调突然开了，然后我就是坐在空调的下面，然后那一阵风就是吹到我这里 neck， 我不知道怎么说 neck。每一次我感觉有一阵风吹到我后面的话呢，我一定会感冒的。那我就马上拿那个毛巾呢，我放在这里挡住。不过我想也没有用，因为我现在觉得有一点这里不舒服，所以呢，我要煲一点姜茶。姜茶，那就是放几片姜，大概四片吧。如果你想要辣一点的话，那你可以放多一点。还有这个只是 vitamin C。 我现在在等我的水，那就跟大家谈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说的不好，所以我说话的时候要慢慢的，因为我一直在想怎么说，然后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发音也不太对。不过我看了你们的留言之后，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多拍一点这些影片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真的很好，在鼓励我，在叫我多拍一点。这个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真的很难。不过我觉得语言呢，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东西，我想多练习一下，我多认识一种别的语言，那其实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。那我也很想去台湾，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台湾人，我们好多年了都是一直在说一定要去台湾，一定要去台湾。那希望下一年呢，我们就一起去。那我就现在想要多说一点，可以慢慢说好一点，那我下一年去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我想说一声谢谢，真的很感谢所有新来的朋友们。我会继续努力多拍一点影片给你们看，如果有什么你特别想看的话，或者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话，请留言给我。还有如果你们想追踪我的 Instagram 的话呢，那我的 Instagram 就是 Weylie， 这是我的英文的名字。我差不多每一天都会放一些新的相片啊，或者会拍一点 Instagram story， 所以你每一天都会见到我在 Instagram 的。那好吧，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拍这么多，我希望你们看得开心，还有期待我下一个影片，就是这样子啦。 OK， 拜拜。